各位观众好，欢迎来到 Night Store 频道，我是你们的频道主小燕 Night。 如果你是新观众，请记得再帮我们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有最新的影片你都不会错过。目前频道已经开启了会员功能，如果想要免广告下载软体或是抢先看影片，可以再加入我们哦。这期的夜翔来介绍的是限时免费正版游戏《人王》，于2021年9月9日上市。故事是发生在日本战国时代，并以史实人物三浦按真为蓝本创造出的金发披眼武士威廉，描述他经历了几番死斗的故事。这款游戏从游戏性与画面都是一等一的高级。本作除了以战国时代末期的历史为基础，有着许多实际存在的战国武将登场，故事原创又深奥扎实，也能够提供充分的紧张感与极高的成就感，足以称之为战国殊死游戏的作品。这次的免费平台为 EPIC， 领取方式也非常简单，链接已经放在下方资讯栏内了，请自取。打开链接后可以看到领取的页面，右边可以看到一个获取的选项，点选后如果还没登录 EPIC 账户的请先登录，登录后右下角可以看到一个下订单的选项，点击后就可以看到感谢您购买的画面，就代表领取成功了，可以再开启 EPIC Game 启动器去下载游戏。不管你对游戏有没有兴趣，都建议可以先领取下来，或许哪天就会想玩了也说不定。如果下载完成后发现游戏打不开或者闪退错误讯息，可以再参考我们之前做的解决影片夜翔76期与41期，或许可以帮你解决问题哦。那么这部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再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的频道都会分享各种好玩好用的软体与网页，还有我个人的废话与生活体验，也有各种暗黑传送门给大家使用。那感谢大家，拜拜。もう少しであやかしになっちまうとこだ。